big congratulations from Germany. 中国国家大躍進への感謝と15周年のお祝い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Congratulations for 15 years of NCPA. Happy birthday, NCPA. NCPA,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祝大剧院生日快乐。祝愿国家大剧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5周年生日快乐。15周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国家大剧院生日快乐。祝福国家大剧院15周年生日快乐。祝国家大剧院生日快乐。祝愿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国家大剧院月圆满。艺术之花常开常新。蒸蒸日上，继续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祝福国家大剧院越来越兴盛。祝国家大剧院生日快乐。15周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微风徐来，落叶知秋，所有的美好仿佛不期而至。在北京最美的季节里，我们收集点滴浪漫。它是风中轻舞的黄叶，是指尖跃动的音符，是一次看一句见。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四季轮转，大剧院始终用艺术带给观众最温暖和贴心的陪伴。今晚我们想把这份在秋天储存的浪漫与温柔送给屏幕前的你，用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开启大剧院15周年的新征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场音乐会，其实是一场室内乐的特别策划音乐会。室内乐其实是由 chamber music 翻译过来的，那 chamber 呢，其实就是大家居住，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室内乐这个形式啊，最开始就是一群热爱音乐的朋友们聚在家中一起玩音乐，所以呢，没有很大的舞台，也没有上千人的座椅，大家之间距离非常近。这一次我们也是把室内乐这样的形式搬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西餐厅，给大家来了一场零距离的音乐体验。弦乐四重奏是室内乐形式中最主要欢迎的一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来自海顿和贝多芬的。我们挑选的这一首来自海顿的作品呢，名字叫日出，其实是海顿相对晚期的一个作品了。我们都知道海顿是弦乐四重奏之父，所以它是奠定了这一个弦乐流行的旋律，加上我们和声的不停的变化，描绘了日出时候充满希望的一个美好场景。另外一首作品呢，来自贝多芬。贝多芬是我们家喻户晓的音乐巨匠，他其实是横跨了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那这一首作品呢，跟海顿我们选择的不一样，其实是来自贝多芬比较早期的。早期的作品就会非常具有古典时期的特色，非常工整，整个乐曲非常的精致。以外，大家可以听见它比海顿的作品呢又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美妙的音乐吧。
Thank you.
为大家演奏的室内乐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两首木管五重奏作品。一首呢是由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皮亚佐拉所创作的《自由探戈》，这部作品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它被改编成了有非常多的版本，有小提琴、吉他等等。今天呢，我们将用木管五重奏的版本为大家来演奏。
第二部作品呢，是由中国著名作曲家王洛宾所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它有着浓郁的民歌风情和优美的旋律。大家都说木管五重奏是室内乐中最难的一种组合，我是这么看，因为木管呢，这几个乐器它们都有不同的自己的个性，它们的声它不像弦乐，弦乐的音色较为统一，铜管的音色也比较统一，但是木管乐器呢，它们的音色所代表的表现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欧泊、长笛，然后黑管，它们中间的对抗性合在一起非常强，让这五种非常强个性的去依靠理解对方的乐器所要表现的东西。
刚才咱们听到的非常精彩的目光，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首双簧管三重奏的曲目，那我们拉起手吧。这首曲目是由著名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改编的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所创作的歌剧《唐璜》里面其中的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呢，它主要是描写的花花公子唐璜想去取悦一个村妇，想跟他在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也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我们作为演奏者的演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讲，他能够更近距离更好的去感受我们想传达出来的乐曲中的感情，同时他也能更近的去享受。双簧管三重奏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室内乐的演出形式。然后我们这次的演出并不是有三支双簧管来完成，而是有两支双簧管以及一支双簧管家族中的英国管这支乐器来完成。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平时的交响乐团演奏过程中，不管是双簧管英国管，大部分是单人形式进行演出。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难点，就是如何把这三支穿透力比较强并且有鲜明的特色的这三支乐器能够给它融合起来，呈现出这样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出行观众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听觉以及一个不一样的亮点。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张胜。那这次我非常荣幸的可以和优秀的音乐家们一起演绎这首观众尤为喜欢也脍炙人口的鳟鱼钢琴五重奏。这首曲子之所以可以广为流传，自然是因为它神奇的地方有很多了。首先，舒伯特在年仅20多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首长达5个乐章的钢琴五重奏，这是非常的罕见的。那其次在配器上他做了非常大胆的创新，因为一般来说一个钢琴五重奏是由一组弦乐四重奏和一架钢琴所组成的，但是在舒伯特的鳟鱼里面，他大胆用一个贝斯去代替了一个二提琴，这个在长达几百年的五重奏的历史当中非常非常的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那最后就是这首曲目它名字的由来了，他很神奇的是来自于一位诗人，同样姓舒，叫做舒巴赫，他所写的一首诗歌叫做《鳟鱼》。这个诗歌大概是说，一条无忧无虑的小鳟鱼在池塘里面自由呼吸游走着，希望它永远都不会被人钓到。最后的最后，那就由我可爱的同事们和我为大家演绎这首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最后2个乐章，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Thank you.